带你走，那些人都很好，我讲都很好。那个导游，你经常在北京吗？我经常北京啊，我就是。那个电话就是你的吗？对对对，而且你要这样简讯传给我了，好好好。因为我基本上大概说，我大概是二月初到三月中会在台北，其他一般都在北京。我跑不，我那阵我不想带，我就过完年就不想带。你们家几个小孩？一个女儿而已。你们家？一个女儿，五个狗，五只狗，只有一个老婆。一个老婆。那你这算真的少了，在台湾。我们在台湾。那女孩多大？十七岁了，十六七。你整天在外面想不想的孩子？啊？想不想？想不想？不会啊，习惯了啦。他想狗，我没来想狗。想狗绝对是，我就想家那狗。老婆被气死了，没有，真是想狗。习惯就好了啦，老婆之前空姐带飞来飞去，我们俩都习惯了。啊。小孩从小要跑跑去，他也习惯我们这样子了。这都没有关系，习惯就好了。咱们的导游。想我们家小狗。想狗。啊，我们也想狗。那你常住饭店的呢？我就住在鬼街那边了。住在那边。